我見到一個大陸的小朋友，肯定是大陸新移民，沒得解，因為他那陣大陸除是屌你咩自己 label 自己我是大陸人咁樣，屌你老母！那陣嘅氣場，那陣嘅髮色，他老母嚇，即係嗰個嘅戴嗰啲遮太陽嗰啲嗰啲，你大媽最撚中意戴嗰啲寫住 Fendi 喺度，跟住夾緊住個 Chanel 手袋，跟住嗰陣大媽嘅依一個嘅衣著係嘛？跟住著條褲就有一定有 lace 嘅，大陸嘅女人係唔撚知點解一定要有 lace 嗰啲開心嘅。佢老豆就屌你乜個肚腩就波咁撚大，係嘛？一定係戴金絲眼鏡，剪撚到個頭咧就係屌你去芝麻街嘅 Bird 咁撚樣。啊，芝麻街有嗰兩個拍檔啊 ，Ernie and Bird， 你有冇睇到啊？大陸 label 最撚中意剪呢頭，鏟撚到側邊冇鳩曬，跟住啲頭髮豎鳩咗起咗咁撚樣嗰啲咧，嗰啲就屌啊冚家鏟。嗰、那個細路仔